飞碟空中义卖会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创意的总监 Mark。今年很开心能参与飞碟空中义卖会，协助台湾失智症协会。这次要义卖的商品是三角蟾蜍究极五行招财。三角蟾蜍的由来，相传一只蟾蜍精四处劫财，后来被八仙韩湘子制服，改邪归正后，将夺取来的钱财都救济了贫苦。文化的延续除了传承，也需要创新。招财究极以现代的美感设计，并融合发财、聚宝、如意的祝福意象，你只要相信就有力量的精神，重新定义究极为新时代的招财蟾蜍。究极五行由锡合金打造，多重电镀与抛光，所有制程由富有经验的师傅制作。设计概念来自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相生，色彩丰富，健康、名望、平安、财富、善良，全方位祝福，五行相生，带来源源不绝的好运。我们这次在飞碟空中义卖会的义卖时间是12月13号星期二，义卖28组，每组2888元。本次公益所得将全数捐赠台湾失智症协会，邀请大家踊跃购买义卖商品。小创意邀请您，天使来电，爱心无限。